什么叫性解放？啊，什么叫性解放？哎，这是在座是应该我来回答吗？因为你是专业人士啊，专业人士啊，对对对。我想性解放其实它可以，要不然我们等一下请政治记者来讲。性解放，政治记者对解放军比较了解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讲的，就是说其实性解放哦，它可以从大家想象的很辛辣、很夸张的那个层面，例如说，好像性解放，有人会把它想成是滥交、杂交、滥交，然后多伴侣呀、啊，或者说没有固定关系呀、啊，甚至是各式各样的对象啊，就是真的可以推到那边去了哈。但是其实性解放也有我们已经执行很多的，我们都走过性解放的历史哦。例如说最早还没有性解放的，就是我们延续我们刚刚讲的性别角色，女性很多事不能做，男性很多事不能做。好，那比方说以今天的各位的服装来讲的话，郑大哥你性解放了，怎么说？因为你穿花，男人带了一朵花，对，好，我说这个东西，你有了某种可能觉得不是很刻板印象的跳脱，对对对，敢于突破，对刻板印象的跳脱。然后例如说我也性解放了啊，不然我不能出来公众场合说话，而且杂波浪，对，而且你应该没有投票权。对，我也不能，而且我怎么去学校念书？我怎么可以去上学？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对，我也不能去庙里拜拜，什么都不行的啊！因为我就是应该在家里，然后应该我也不能叫邓慧文，我应该要冠夫姓。所以这一切，我们今天以现在的状态，我们根本就是已经性解放走了很多了嘛，只是要不要再到更极端的那一边？那是这个社会运作的一个，不是性爱意识的解放。是性别，性意识，整个性解放指的是从性这件事情、这个角色所有的限制当中慢慢的松开。因为你讲性解放啊，很多人就会把，因为台湾的性教育做得很差，所以很多台湾人在听到性这个字的时候，就想到男女交合那种才叫做性。对，其实这个性应该是广义指性别啦。比如说，你看美国早期女性是没有投票权的。对。那现在女性可以享有投票权，这个也是一种性解放，就是说你从女性这个性别角色里面打开了，女性不能当兵，对，你可以跟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义务，就是说男人可以做的事，女人也可以做，就在法律上赋予他同等的定位，这个叫性解放。听说你解释了性解放，结果被攻击的体无完肤。对，没错，对，在脸书上面马上就有这个反同的人，然后就开始来洗版了。那我看的时候其实并不生气啦，我并不生气，因为我是替他们的无知感到难过。不过我觉得也表示说你有影响力，所以很多人来表达意见嘛。对啊，对啊，那CD不让看嘛，拜托来我的脸书帮我洗版，洗版，等一下我就去。